减掉摩擦力数的关系等于距离，该问距离距离吗？那这边重量就变成零，所以。有问题要随时举手问哦。第八题吗？第八题一开始它的是1/2 mv， 这是子弹的重量等于木块给的阻力乘以它进去的长度。那我们说是不是要进去 L？对，是 F 方 L 1/2 mv， 不知道多少的速度，所以就把这个地方给出来，是1/2，可以吗？好，不好意思。就是子弹原本的重量1/2 mv。那木块给的阻力在负，我们进去1/2 L。那我们再来，它是不是要问整个打穿，那就是 L， 阻力还是 F？ 那速度要变嘛，所以我们就要把变的这个速度求出来，它中间计算过程我跳过了。OK， 再来第九。这台货车每小时72公里，换算成每秒几公尺，就是每秒20公尺。中间换算跳过，那要算这尺功率就是 F V cosθ。那这里cosθ 是一，所以可以怎么看？因为是同一个方向嘛。他说等速行驶的时候，它的阻力就会等于引擎给的功率所放出的力，所以就等于15000。那速度刚刚算出来是20，乘以 F 15000，那它的阻力就是750。这样听得懂吗？那在十二题刚问的是哪个曲线？B。那其实这个就是动量的方向改变，但是它动力是。可以变方向，就是你动量是不是 F1？ 那它的方向改变了，是不是变成？但是动能本来是1/2 mv， 我们
的方向变反方向，是不是这个 B 品还是我的四重？十三题是哪些选项？第六。所以你一你知道为什么？一你知道为什么？第一，如果你知道为什么的话，我是你就。那这两个重力作功是一样的吗？那我们知道重力作功等于增加的动能，所以一的动能一样，肯定的，对不对？那动能是二分之一 mv， 它的动量的单位是 mv 吗？就是转的时候是 mv。那你的二分之一 mv 也一样，你的 mv 是不一样的。这张没有问题了吗？再来。九十一的第六题吗？第六题，我们知道它的末数是每秒是多少，所以用那个第三次 ，b 末等于 b 初加 b 末平方等于 b 初平方加二乘以 a 等于 s 是六。那正态判加速度是三分之四。那我们可以知道 ，a 出来，那质量是什么 ？f 等于 ma， 那 a 是三分之四，质量是五，算出合力。这里算出的是合力哦，三分之二十。那合力作用是不是合力乘以距离 ，fs 的那个公式，就三分之二十，所以它一共有六，等于四十，可以吗？第八题，第七题。第七题哈，我们前面第六第五题有算出合力作用，然后这里算出合力作用。那这个图是这样，这样。东西在这里，它质量，哎不是质量，重力是五十牛顿。那在这个方向上是二十五牛顿。啊，对，可以，可以。它要问摩擦力的，我们推力是往上240，然后这个力。移动了六，所以它的这个二十五的力做的功是150焦耳。那这里有一个150。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往下不知道多少，才会让这些全部变成合力的40焦耳？啊？所以。240往下，150往下，这还剩90往上。那这140焦耳是往上的，那这里是不是要50往下，最后出来才会是这个？听得懂吗？好，谢谢。然后
大家。这个往下头发再给一下，按照这个方向说。地方这一题它是受到一个摩擦力跟它的运动方向相反，所以它移动了 S。 会使得它的速末速变成三分之一，那动能是不是就成分分之一 m 乘上分之一的平方？那初速是三分之一 m 那这个负 f 减 s 就等于八分之一。刚问第十题的是哪个选项？刚刚谁问的？哪一个选项？应该说哪些选项？猪。这里会有一个 NG cos 西塔，这里是西塔的话，
那这两个力造成它会沿着这个摆的这个弧在运动，所以这个 T 张力 T 减掉 N G cosine theta 会等于质量 N 的摆那个球乘以在圆周的时候那加速度的半径分之速度的平方，所以张力就会等于这个那我们来看啊，它这个是说摆锤所受张力渐减，我们知道它速度越来越慢，所以这个下降了。那 theta 是越来越大，那 cos theta 是越来越小，所以这也下降了，两个都下降，它是不是也要跟着下降？好，那就这样。好，还有第十一题哦。他是问重力位呢，还是重力做功？所以这两个下来的高度一样，那是不是它的重力做的功就一样多？所以就等于。